繁衍的第最后一轮。我真没想过自己会到今天 top five， 我觉得我今天能走到 top five 已经是一个很疯狂的事情。突然间觉得我好厉害，我总觉得赛了我肯定要唱自己想唱的，我要唱自己写的歌。就我不管说他能不能赢或者能不能打，那起码他是我嘛。这一场已经来了，你要结束了，我一定要把它做得特别好。我现在害不害怕其实也没有用了，你走到这个地步，那你自然而然就会有很多人的一个期待，不辜负他们期待就可以了。我觉得能进 top 5的人都不是平凡者，既然都到决赛了，那就拼刺刀吧，就不要再你守护我，我守护你。我没有想守护的人了，我这一场只想守护我自己。